用小刀头按住，慢慢敲出来，用夹子夹出来。第二种，用热熔胶呢，当然。用小刀头按住，慢慢敲出来，用夹子夹出来。第二种，用热熔胶呢，刚好机烤热熔胶，然后去碰那个钥匙孔，让热熔胶跑到那个缝隙里面。要等冷却哦，几分钟过后冷却。中过后冷却了才能粘住，然后粘住才拔出来。现在左手拿的那个就粘住拔出来了，然后要加缝纫机了。缝纫机有以后就比较好转，不会扭断。将在 OpenCV 里面，它并。